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站到十三号位置上的接力小伙会是哪一位，来，掌声有请。全程热烈。大家好，我今年27岁，我叫林乐文，我的爱情宣言是当过兵站过岗，找个女友来查岗。好，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这位姑娘说了，在遇到心爱的人之前她是一个女汉子，但是如果遇到了心爱的人她就是一个软妹子，来，掌声有请。就是我的爆米粒，就是你的爆米棒，我要找个大面子来骗我一辈子，当心爱努力爱期待啊，我想和你谈恋爱，慢动情歌有意我愿意，慢上哥哥回家去，小伙伴的放肆没有什么用，闷要的是个性，玩的是小心，不求不要我会我就感觉要为我的这么好想来交来找来告诉你想和你回家，真心诚意找对象，想爱约姐那就爱。好，来看一下场上16个小伙子，15个，你对谁的感觉最好？场上16个小伙子对姑娘的感觉怎么样？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请选择。谢谢谢谢。接下来你的任务了，知道做什么吗？好，可以行动了。不是这一块又知道是啥呀？这一块。哥，你早戴眼镜就不敢面你了。哥，错了，咋整啊？错，你消停的给我呆了，妥妥的了。挺快，原谅你了。不是，我跟你说，你们总就是刚才第一个姑娘，还有这第二个姑娘都灭二哥。你看二哥为啥把眼镜戴上了？其实他这眼神当中他是有忧伤的，他得挡上。二哥，我告诉你啊，下个女嘉宾上场的时候把眼镜戴上，听见没？听着了。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我们再了解一下。我叫杜苍月，今年23岁，是这家火锅店的收银员。自打我来了这家火锅店，就多了一个外号。疯子，5号买单。疯子，开发票。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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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子叫开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变丑了，恨不得去整容。别看我人小，但是力气很大，搬水、卸货都没问题。子儿，你好。喜欢酒，喝酒起。我是那种没遇见男朋友之前是个女汉子。遇到男朋友之后，我是那种连拧宽水瓶盖都需要帮忙的软妹子。我觉得厨师和服务员都是有发展的。保安是最没发展的，我一定不选保安当男朋友。来，13号乐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保安就没有发展？因为也没有手机，我在我这里认为就是保安没有任何前途，没有发展的前途，最大你也就只能当保安经理。那你觉得当兵的怎么样呢？喜欢呐，兵哥哥呀。当兵的就是给国家当保安，那样的兵我喜欢。退伍之后我也当过保安。没事，就喜欢你啊。你好，王征。理发师你觉得有发展吗？挺好的，最起码就像厨师一样，有自己的那个手艺，最起码以后了可以开个理发店，觉得自己挣钱养活一个家，养活一个就是养活媳妇老婆孩子。我看你说那个，说你那头发呀，天天造的埋了骨胎的，你说咱俩要牵手，我天天给你梳头发好不好？好啊，那你给我留灯啊。好。
王哲，你能，你要是处一个对象，你能天天把对象的头发捯饬的老漂亮了是吗？那必须的，这一块编面啥的我都会。二号二哥的头型也是一号王哲给剪的。对，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这，哎呀妈呀，啥也别说了，二哥，那个太对不起了啊。那都整清楚了你再灭灯啊。不是，等会儿这一块真得整清楚点，姑娘，你干啥？你替一号王征给二哥道歉呢？那咋整啊？你说，那这二哥不原谅我，死缠烂打，一劲问我为啥灭的灯啊？你跟王征啥关系？你替人道歉？哎，就那么回事吧。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以后你都说句话，你帮我结结尾呀？你看你啊，我挺稀罕他的，怎么的？我还稀罕呢。你啊，你待定吧。二号二哥，你得跟姑娘介绍一下，你也是发型师，你要是找对象，你是不是也天天能把对象的头发整得老漂亮了？必须漂亮，但头发有点长，我喜欢短头发的。如果你是我喜欢的类型，长发短发我都愿意为你改，懂吗？那你还灭灯干啥呀？我不喜欢你。哎呀，这个姑娘，哎，咋的了？谁灭的灯？这个就感觉女嘉宾有点太开了，好像不太适合我这款，因为我也想找一个一心一意的。那你这就是你灭灯的原因吗？都说喜欢，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但是我不跟你说了吗？在没找到之前，就没找到对象之前，我可能就是像你们所谓的花心开朗，就是跟任何一个男人都说喜欢。但是如果你要是真是我对象的话，我只喜欢你，只对你专一，懂吗？好，这样的小姑娘多好，活泼开朗，行，我就得意这样的。好，得意这样的是吧？好，不得意。那再看第二个短片，再了解了解，看看喜不喜欢，一起来看。我喜欢时尚的男人，我觉得戴着金链子、梳着飞机头的男人挺时尚的。我曾经有过一段恋情，我们相处了4年，感情非常好。由于家里的原因着急结婚，而我又恐婚，最终导致我们分手了。现在的我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这样的我你能接受吗？啊，是我好强子。你感觉戴金链子就很潮吗？就是时尚男吗？对，那你看我们的台上15位男嘉宾，谁在你的印象里是最潮的？1号。嗯，这块一号没有金链子，我刚想说他往那边甩，二哥马上回手。我说大金链小手表，一天3顿小烧烤吗？多潮啊！没梳飞机头，主要是。这一块我留头就完事儿了呗，这一块。哎呀，早说早说呀！二哥呀，我算发现了，你这个找对象之旅，你就折腾你头发呢。是，这你都赖他。我这脚他那样的，咔够全推了。咋回事了哈？你单看二哥的链子，你觉得时不时尚？二哥呀，抖了，我看看。这一块。哎呀妈，挺沉呐，我都听着动着了。听了吧，这一块。哎呦，后悔了，老后悔了。你是因为金，你是因为金链子后悔了啊？别吵着啊！老妹儿，你干啥呢啊？那你相中金链了？哎呀，也没有，主要是相中你这人了，没好意思说，灯都灭了。你要相中金链，哥送你，多大个事儿啊？这么吵的。你到底是相中金链子还相中人了？哎呀，别人没相中，金链也没相中，都没相中啊。对，都没太相中。那你看，你没相中金链子，没相中人，那你刚才怎么说又相中金链又相中人了？你的这个表达真的会让其他的小伙子误会的，就觉得哎呀妈，这姑娘又喜欢他又喜欢他，靠不靠谱啊？我不想让出现就是觉得我评价哪个男生不好看，让他产生什么自卑心理。哦，你是好心，但是容易让别的男孩误会，真的。发现了，灯都没了。你的善良恰恰伤害了小伙子，喜欢你的小伙子，不喜欢的时候一定得准确地告诉他。好多姑娘可能都是这样。嗯。可是你要不忍心抛出你这小伤害，那就有可能是大伤害。现在这个大伤害就作用给你了。灯全灭了。来，姑娘，缘分天使，谢谢啊！来，掌声送给姑娘，加油！
后就是再遇见我喜欢的人，我就只对他专一，其他的我一概都不喜欢，再对我怎么好我都无动于衷，只爱我爱的人。